欢迎收看三哥搞说球。今天为大家带来的比赛是2024年中国女篮对阵西班牙女篮的一场焦点战。中国队现在是26-34，落后着西班牙队。好的，孙梦然抢到篮板。下半场中国队上双塔了，孙梦然和韩旭、王思雨引进后半场。好的。比赛继续，看看韩旭那些抢攻。哎呀，镜头给到李梦和王思静啊。李梦戴大口罩，旁边坐着。韩旭，西班牙队继续进攻，上篮哇！西班牙队继续，现在是6分的分差。昨天打的那场比赛应该就是50多分，双方得分能力都一般。今天看西班牙队打的比分也不大。现在看王思雨运球过半场，比赛继续，杨立伟，好的，这边又是西班牙队进攻，王思雨没有打进。中距离进攻，面对着韩旭，你能打了吗？面对韩旭，你能打了吗？那不开玩笑一样的吗？看看这边镜头给到韩旭。杨淑玉上了啊，换下了张茹，三罚二线，第一罚命中。看第二罚，第二罚打进了，西班牙队，球迷啊。比赛继续，看杨淑玉，好的，给到王思雨，韩旭，比赛继续，现在看看这球啊，哇，这一下直接把杨立伟直接给撞倒了，撞了一个仰不叉。啊，韩旭拿球，杨淑玉传给王思雨，韩旭内线，看跳投，漂亮，再得2分，中国队追的只差4分了，32-36，打得好啊，中国队现在是越战越勇，比赛继续。好的，这边王思雨拿球，运球过半场，内线抢过，哎呀，没有。好的，黄世静，不是黄世静，说错了，黄世静受伤了。好的，孙梦然，比赛继续，看看西班牙队继续进攻。小对手，漂亮，杨淑玉抢断了，杨立伟这个球被对方切下来了，中国队又被拉开到6分，32-38，这是我正义。运球过半场，西班牙队，底角，38-32了，
比赛继续，看看王思雨传下去，好的，这边杨淑月直接被抢了，被西班牙队抢断了。好的，这边外线三分球，哇，西班牙队又投进个三分，赶紧叫暂停啊！